为了让偏乡的囡仔对医学知识有更加深刻的了解，马街医学院来到斗南国小举办着医学营，希望透过简单又个趣味的相关课程，让小朋友来了解着医疗知识，培养学生对医疗兴趣。立法委员刘建国也特别来到现场参加开幕，并且表示期待未来会当继续甲马街医学院来合作，好过较侪小朋友来学习到正确的医疗知识。小朋友跳到电影三太子，为即间所举办的小小医学营来做开场。本身是斗南国小校友的马街医学院校长李居仁，因为感觉着偏向资源较不足，为着让更加侪学生来学习着基本医疗知识，所以当来母校举办医学营，希望透过活动，让小朋友对医学有兴趣，进一步来成为医疗人员服务民众。其实这个活动我们已经在云林办过6、7年了，那我们这个活动会持续下去，让云林这个地方的同学们能够早一点接触医学的领域，也许能够以后进到医学院来，那成为一个医师人员来服务乡里。这班营队总共有61名学生来参加，活动有解剖地心、实赛骨头等等，是让小朋友拢相当的期待。好，这次我们参与的大学生的工作人员总共有18位，然后有61位的小队员。然后我们举办这个营队的初衷就是想说，我们来自马偕医学院，然后就是带领我们的一些医学的教案，然后让小朋友经由我们准备的教案，然后去学习，然后去摸索，像是我们有一些猪心解剖，或者是认识骨头，然后就是从中，然后他们可以去试试看，去摸摸看，体验看看医学领域有没有是他们的兴趣。我今天很期待今天我们马偕医学院里面的猪心解剖。为什么你最期待猪心？可以认识心脏构造。我很期待这一个医学营，我期待里面的他刚才队服有说里面会拿出真的心脏，因为我没有看过真的心脏。好，很嘛感谢着马街医学院来到斗南国小举办营队，让小朋友会当来学习着更加侪医疗知识。离出席这间活动的立委刘建国嘛表示，希望未来医学院会当到云林每一间各中各校，让学生拢来学着医疗相关知识。今天非常感谢哈李居仁校长哈率领马偕医学院的学生哈来我们这边办理医学营了哈。那我想在暑假的一个尾声了哈，来到这边风尘仆仆哈办理医学营，我们孩子跟家长都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们云林的子弟啊哈，都可以从小对健康、对医学有更加有概念。那陈武校长所讲的哈，一校一校这样办，他当然希望可以尽快来普及所有的各个这个国中小哈，让小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知识。相信透过营队，会当让斗南国小的学生在暑假最后学习到满满医疗知识。记者谢怡欣采访报道。